你呀，那弄一弄个糯米团，你也可以喂。糯米团呢，那六块钱，那南瓜饼也可以哇。啊，嗯。说是这里了。今天一早，我和弟媳先到老板娘姐姐的这个现在正在营业的这个店里面来看一下，他有什么货，然后呢，让他带我们去进货。喂。哎，领导。喂。俺就忙着两百货嘛，就。两家二五十不买。二五十，然后就不往新弄，他当铺嘞。俺弄要二两五十了嘛。啊啊啊！就弄哈。嗯。他这边还有，他这边主要是文具，这边是生活用品的多。哪两台？不，但不能就是文具。哦。要去弄啊。要百货摆的这么好，才吸引力，是吧？不是。 搞大两百的来，但是搞他面积宽，弄来摆。哦。要不弄要搞那里面积没一大块啊，弄来那玩，搞那他太难挑呗哦。嗯。弄盆买呀，跟那玩，弄买那么好啊，摆他。想办法就摆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反正要些我先有几，那东西就没玩过几，玩没玩盆，呼呼呼，就把这老多干时间几里程都没那么厉害。哦。 等于是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小东西，比较琐碎，要哪个东西没有，或者是怎么样，要补货，真的要登记一个本子，好后面的操作。饮料、洋油机，然后护士的油机，有些该烧那个小吃的洋油机，要些全部有机，就一行一行的包，然后包。一行来呀。因为时间弄安排给等，然后把进货都完，一条路的，一行一行的，渐渐的熬到。哦，就这样，一来一来，嗯，洋机你就来。我不能，等你突然来房来，又要掉，你们能过不能行时间不掉，必须。这到现在拜年吧，嗯，拜年啦。走，那我们去进货去，我们现在到大老板这里来，我姐也是在这边进货，也参考一下别人怎么摆货的。你也那么二，那也白养那里，嗯，我让我给吃冷，我让你给吃冷的，还有卖饭团、蛋糕，嗯。 这个人对我肯定也没好。三个不三个都全部捡出来了。你这个是当哪一家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货都点好了，等一下等老板送过来。现在我们再去买一个三轮车，因为那个太远了哦。我们买电动的还是油用油的？去看一下吧。好，嗯。那看大家有有两个大的。你看到哪辆啊，宇哥？现在是你开嘞。 都一样，我觉得。都一样啊。就是太大的单位是没地方放。没钱了，这个大的一万多，你买那个小一点算了。啊，买了几千了，好了。我拿点货，然后就这里哪里的用点。没有拿好多货。哦。宇哥叫了这个师傅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修车师傅来帮我们看哪一台好一点，帮他试一下。 我师傅懂，宇哥也不懂。<笑>怎么样，师傅？怎么样？啊？它要是钝的，它这个起呀。啊。它这个起没，它没是没均匀的。啊。你看看它的起，你看。啊。这些是细节问题了。那这个号码在哪？没有，就是我高深的见过看了。那我们懂哎。就是你看看它是不是修动过的？哦。你看这个起。哦。 它要是一，它要是踩过以后的话，它的起的它就没均匀的，它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它这个在这个地方，它是踩过的话就是，你看它这个，哦，那就它肯定就是，还有这些东西，你看你看到了，你看没？啊，要是你们买车，你们家注意了，啊，它要避了这个路，这个猫在这个位置了，啊，它就肯定是踩过动过的，哦，它要是没动过的话，它这个都是哦，在一个位置哦。 你说是见买车，买车，你们天都没在一个位置的啊！你买车的话，你看他是不是，嗯，有的是出个事，出个那个地方，他放回厂家去干的话，那个他就是，哦，他就是催的，或者你们看过也是高斯，你们见过看成的，我实际上过是你带我来看，我就是不跟你弄个梗。啊，这台红色的要8800，就是上户保险全部做好，这一台要9600吧。 就是轮这个轮胎大一点了，宇哥，老板知道。这拖箱也大一点。拖箱大多少啊？10公分。10公分啊？下次来跟我就给你个4个了，看上哪个？你帮我试下这台大的嘛。<笑>对呀、啊，那个你都说要问电了，你是师傅了。那你都以后。啊？你都以后。
他说这个大的稳一点，这个轮胎大点。你去给他一下。啊啊。我们现在去试一下车，我看到了这种蓝色的。啊。硬件。你快！小心点，我们可老学得会，讨得累。这个师傅尽心尽力的在帮宇哥看这台车，他是修理师傅嘛？他说这个车子不怎么溜。哦，这样子啊？就是那个轮胎走得不稳吗？走得不快吗？不溜。哦。那你试下那台，那就试下那台细点。外面干嘛？我跟那个修车师傅去试了一下，他建议我买这个顺手一点，他说好上手。哦，这台好开一点对吧？那个大是大，就是比较笨重。哦，好嘛，也可以嘛。这台上了。哦，那决定了。老板要给我们优惠一点了。优惠点，优惠点。现在东西送来了，我们要开始上货了，就很忙喽。今天早上我们去进货，走了几个地方，然后下午呢回来，我和弟媳就只整理了这一个货架的东西，就花了一个下午。这个东西好费时间啊，真的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然后零零碎碎的有几个小朋友进来买一点文具啊，还有这些小零食。我看了前面的，我刚才又去观察了，真的就是卖了的小吃特别好卖。我们两个现在就是说多卖一点花样，多做一点，是吧？因为你看我在家里面做这些实践的时候，全部都是送给邻居吃啊，送给别人吃啊，他们夸赞我说那个好吃，只是因为没有花钱，对吧？也许真的好吃了。就是没花钱，总要夸一两句嘛。但是我到这里来，我研发我自己的新鲜的美食，我可以用来卖钱啊，我可以不做的那么漂亮，不做那么大个，就做符合孩子们喜欢吃的那一款，然后呢让他们来尝试，是吧？反正自己手工做的东西大家吃的也放心。然后今天就这样了。先回家吧。对，先回家。然后明天我们就要采购一些南瓜做南瓜饼，土豆做土豆条，还有把那个做雪媚娘的那些东西，做糯米卷的东西，把那些工具搬下来。对呀、啊，那我们还要做现磨豆浆，可能我们这个店子以后会以早餐和那种小零食为主打了，反正就是多用那个小食品来引流吧，应该是，就让他们多来我们店里面看一下，走一下，想尽办法了，为了把这个店开下去，好多朋友说我太冲动了，就是为了带这一句话。我真的要努力加油，努力了，加油。嗯，好，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吧。